好来乡亲啊，今仔日有美足的方面通过台湾北部、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雨，明仔载就好天了。各地拢侪分到好天，拜三拜四讲会翻热，西半部会当来到30度以上。但是接下来拜五阁有一道方面通过，加上东北季风增强，这个周末的假期，北部、东北部的天气转凉，北部的气温降到14度，水气增加，全台湾拢落雨的机会。未来一礼拜天气的变化较大，请咱的乡亲时代要特别来注意。